天边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。看那遍地开了梅花，有土地就在墨尔本的市中心，圣诞节过以后的情况，就人员比较多，很多商店大减价。这是在墨尔本最有名的百货大楼卖呀。在墨尔本最贵的饭店就是 David Johnson。比较贵，这边是 Meyer 是比较稍微便宜一点的，是比较好的商店，最大的百货，里面什么都有卖的。墨尔本的市中心，很多名店，就是名有名的商场、百货公司都在这儿，这一条街。继续沿着铁路、电车路一直走。
这是墨尔本的市中心。这是在墨尔本的市中心。这是在墨尔本 Swanson Street 路边的画家画的图，在外国就很多喜欢爱好画画的画家经常在路边拿出自己的作品。好了。